来听我们唱歌。
啊，你也要到山的时候，咱是不是内线会较适宜？因为这边平嘛。啊，因不是啊，因要到山是外围啊，所以内不适宜啊，因惊平落。所以你讲日本人比我们还小心，应该是正常的。对啊。因为方向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嘛。所以基本照顾当地主人的生意就减哪能啊？你无甲我问，我绝对袂甲你应啊嘞，对不？可能哦。啊，你甲我问，你也无敬语，我也袂爽甲你应。我明白对不？这时阵不是你看我会起袂起，是我嘛看你袂起。啊，台湾无同啊！你就算你无甲我问，我嘛痛，想要甲你问啊，对不？啊，顺理成章，台湾无你用敬语，不敬语啊！我来当作你无敢搞你啊！敬语，敬语就是三字经啊！你看，敬語就是三字經啊、我连您祖妈都问候下去啊，够不够尊敬？非常尊敬，祖国我妈中听啊！规矩就是三字经啊！我想你那阵你那做朋友对哇，到我电话一开，哦，转开无啊？救人哦！你也无啥。啊，不是，就是靠上上来接的。这个台湾的敬语啊，你还看到啥？啊，这是好朋友的问候啊。啊，这个回公是靠腰或靠，这也是一种敬语。不过阿多爱笑伊啊。这跟我曾经学过的敬语好像长得不太一样，最多就这样而已。非常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多大的！时间到会旺，你拿 Bigo 的绿鬣蜥，伊只要温度降落来，绿鬣蜥是会冷死的，是真正心脏停掉的那种死。啊，唔好对国北去甲运过。啊，台湾是因为啊，台湾是台湾是你要到零下四度这件事情基本上不太可能，而且目前都是南部、中南部盛行，啊，就是无迄个条件，所以。
台湾会有绿鬣蜥过剩，但是台湾的熊不够，不管是路杀、栖地破坏还是什么的，其实是一样的概念。我定位是大宝贝，竞选吗？哎，不杀掉鬼了。这地形吼，我想讲多见人家东东，因为无想爱走山顶。哈？你讲下晡三点半，还是下晡两点开始大龙？哎，应该是吧。我妈看我伫遐开玩笑哦，啊，我多见人家东东要去咩哦？小 case， 我多见注意到啦，我东我哪个无见都没注意，他一个人就够。就卖啊！而且你啊，恁同学嘛，够会胖起啊，头两个够会胖起啊。徛徛，这节我都无。徛徛，这只恐怖。你朋友伊安怎徛？他只要不要上船就没事。你在哪里？你旁边有什么？旁边有海啊！废话，澎四边都有海啊，在哪边有海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左边有什么？有沙滩啊？哪个沙滩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你车停着，钥匙啊，放了，没关系，你去摸摸沙。硬的、软的、细的，可以多粗？讲一下，我马上就找到你。你不要给他惊死！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标的物？一片草啊！啊，无，伊去问西门啊，看是这间门市，我就随找会到你啊。Google 一下这个门市在哪里，都问得到啊。啊，今天夜冲挂包。夜冲挂包，好可怕！外安夜冲挂包，不要这样，夜冲挂包。还有宵夜摊，而且那种全部无路用的别吃，啊，别讲宵夜摊，就直接宵夜永康集。战斗力不强。贵啊！人啊，公家食一个，我根本闻到，实在是什么味道？完全无法度接受。讲来我嘛是感觉老味，唉。那朋友是拢家境不行，拢无钱去食饭，所以拢到尾拢求我出一批批啊。明明都有人开在测试，啊明明老因有人老爸有像艺术家啊，艺术家甲先锋道具加要求，他们老爸是教授啊，不是吗？副教还主教吧？对啊，啊，迄毛钱也足百，敢好？啊，叫囡仔饲狗呢，也是啊，我无闲狗，我无时间等下饲恁，慢慢说话。啊，阮算阿婆吼相应的，看袂得阮左囝拄一下，啊，等下阿妈甲拄一下，等下老师甲拄一下。我即摆感觉我上焦啊，上焦？无？再兼加多一下。无，不是不是，我感觉我上焦啊，难道断掉是一只？哎，伫工厂，逃避叫回来，大家经过拢阿是者，到尾撞死。变阿经，阿妈要死，到尾变阿经过，过阿妈骨拢袂喘气，阿是讲伊甲阿白痴，特别袂喘气，佫一直补一直吞。唔得讲实在，我细汉迄个时阵，我就想要甲饲呢。唔得恁拢甲我讲袂使饲，了我佫看恁经过甲饲，我真正是。你是惊我徛伫遐一直甲饲呢？侬甲我讲袂使，去叫恁经过拢讲。我惊你食安怎，我都肚都破去。妈妈，他后面怎么有竹筷子？冲过去，冲过去，冲过去了。你要穿过去了。
吃吃一个好晚上吃饱冰是买五支啊，十支啊。哎，啊，咱六个人啊。哎，啊、你啊买两支的话，咱就卖只。咱就无同，咱就无同只啊。哦，咱六个人是咱特地只啊。对，不是给因的囡仔，给因的囡仔。无啊，拢两支啊。我原本的暗算是囡仔命。哎，囡仔两支啊，两支冰啊，遐两支，遮两支啊。系啊，四支啊。四支啊。不是两种口味，拢各两只啊，是冰两支尔。啊，你不是要一桶给因？还是无要给因？一桶给因啊。先去阿边。哎，我的那个幸福街。